现场带您了解立法院的第一手讯息。那么我们现在人就在立法院的议场内，我们要带您看到现在的最新情形。透过我们的画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现在呢，在立法院的主席台上，那么现在站的呢是国民党的立委洪孟楷。那么洪孟楷的旁边呢，还有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蓝白联手现在坚守主席台，因为稍待一会9点钟的时候，议事就要开始了。立法院长，那么韩国瑜就要进来到议场里面，能不能让议事顺利的进行，现在是蓝白非常关注的焦点，也因此现在蓝白立委是镇守在主席台前，希望等下9点钟韩国瑜一进来到议场的时候，议事能够顺利的来进行。不过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可别看呢现在的画面是这么平静，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才爆发第一波冲突。那么在7点钟之前呢，6:45民进党立委就开始集结在议场门口，那么也跟在这边守了第三天的国民党立委以及民众党立委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稍早的这段画面，可以看到呢，两方人马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那么国民党立委就相当不满了，他们认为他们明明已经在议场门口守三天了，但是民进党立委一来就想要插队，也因此两方爆发了推挤。那么两人一来一往呢，那么当然了，很多人就这样子打起来。那么包括了像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他是第一届的立委，当时也被挤得喘不过气。那么民进党呢，也派出战将型的立委出现。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在现场的画面是相当的推挤，而且呢是相当的没有办法来做前进。那么其实民进党立委当然也是想要来抢这第一案，但是国民党立委跟民众党立委两方携手之下呢，那么国民党立委是护送了民众党的党团总召黄国昌来进去递案，那么刚刚也跟万美玲两个人递案成功。那么民进党随即呢就赶快的来进入到议场内，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也相当的机警，就说要来赶快占领主席台。因为稍早呢，光是在议场门口推挤这一波，除了诸位已经很伤脑筋之外，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从议场的门口一直推挤到媒体区。我们要带你看看呢，就包括了台南市的立委谢龙介以及这钟嘉宾两个人呢，甚至一度还爆发了锁喉战，一起来带您看看这段画面。谁的鞋子跳了？国民党的男立委当然也都冲上了第一线，包括了这一次的不分区立委谢龙介呢也摘除了眼镜，那么呢是来跟屏东的立委钟嘉宾来比拼。可以看到画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国民党立委，包括叶元之、严宽恒都赶快挤在了第一线，那么他们最后是顺利的维护了黄国昌能够进入到了这一场内来递出第一案，那也算蓝白携手联合作战成功的第一战。只不过稍待一会9点钟当然还有第二战了。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呢，其实包括了民进党立委当然也都严阵以待，只不过刚刚有爆发出一个冲突，就是呢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过去都被誉为是金门女战神，那么她今天当然也是做足了准备，带了装备进场，没想到呢被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看到是相当不满，他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吵架了，那么你又穿成这样，难道是来找架吵吗？而且你就是摆明来打架，所以是相当不满，两个人爆发了口角冲突。甚至呢这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也气扑扑的，那么也是说到了，他说呢这警察疑似是挡住他要进来议场的路，才会导致他们递案呢都被挡在门口外面。
也因此呢，他们就会相当的紧张。我们镜头带您看回到这立法院的主席台内，可以看到呢，现在包括了国民党团的总召傅宽琪也已经进来到议场来备战坐镇。那么相对来讲呢，这民进党的立委们呢，现在也在台下做准备。那么刚刚呢，其实有不少的立委们呢私下在开这个会议，那么希望能够。等一下看九点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应对。可是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呢在这个议场的主席台的中间呢，国民党立委跟民众党立委现在呢这一回联手，等一下能不能顺利让韩国瑜上台，也是他首次上任之后的第一的大战。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现场的部分呢，当然了立法院现在也很紧张了，尤其是立法院的总务处长刚刚在推起的过程就担心会不会有门或是玻璃碎裂来伤到立委，也因此呢，其实他现在都在这个院区里面不断的来巡逻，那么要确保立委们的安全，也希望待会第一时间双方及时爆发冲突，也不要有人受伤。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彭内。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